哦，我以为是医院啊，红教堂。脑子有点问题了。小燕还会消失？没加速，没加速，还是有。还摸他，我去！医生过来救他了。哪个方向？不知道，慢了。卖了的话，这个人就不好打了，那就很难打了呀，不能卖啊。把机械师卖了，机械师儿子就废了，没三连电机。捡过来，哎哎。缓慢加速了。
三头，拿起好看。我的天，这里又撞了。哎呦，这个拉锯有点不血腥。还想捞800，还给他捞到了，别捞走。又捞到800。哎，怎么12分啊？明明像四黑，结果12分。开局就练级，谁呀？僵尸。看见僵尸吗？没有啊。哎，我干嘛要装东西？哎呦，又没打中这钻头。这边拉锯总是这样，优先锯板子。又没在船上，几个电器啊？哎，不在。要打佣兵啊！越是不想倒，越要他倒。你怎么也有护臂？我日！
然后，要是没换表我就好晕。完了，我那个下载没关，我靠。
居然用杰克好打。
我需要盲女在哪？但我需要这一期。哇，难受，没有。 这个时候探广告。哇，你这个判定能不能再狗屎一点？我。 救了。
大哥，
八哥。 电影了吗？ 嗯，啊。
几个？你是
Yeah.